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是，今日好高兴喺度向大家推介呢本书《与诗》。老实讲，呢本兼系一本好书。我哋净系睇下作者个名字，高夏芳修女，我哋都应该估到。我们将要看的内容有什么等我们这本书由简短而深入浅出的主题串联而成，因此它的内容十分丰富。餐单的菜式包括有笑、努力、更新、生命、幸福、感恩、做、还有静、静默的静等等。这些故事都是想使我们一路看一路坚定我们的信德，并且让我们意识到在实际上很细微的日常行为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建基于天主的情况之下的事。高修女，十分多谢你的杰作。亲爱的读者，我在这里祝你阅读愉快，请你永远记得以主言与主言。好，天主祝福你。